长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进入了讲这《佛说无量寿经》啊，进入了第62天咯。那么诸位，请大家拍开经文吼，经文也咧讲咯，亦有诸人万种机觉。尤其乐声、无非发音、清唱哀亮、微妙浮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那么这段就是讲了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伊所有道场树、所有的宝树啊。会发出这个微妙的声音，这声音完成了世间任何一款的音乐声啦。伊安讲啊，亦有自然万种的器乐，就是机械的音乐啦。哦，咱社会上有一寡哦西洋的音乐、中国式的管弦音乐，乃至非洲音乐，好、哦、世界音乐满满是。千百台就对啦。伊讲，即个世界即自然万种的音乐呢，伊即音乐的声音，拢总是即音速微妙的佛法哦。唔是一听即音乐听痛的，听欢喜什么尔呢？哎，会演奏微妙的佛法。那么伊讲啊，无非就是发音，佛法之音啊，哦。种法王之声啊，嘿，因讲佛法啊，伊讲清唱哀亮，啥物叫做清唱哀亮呢？注意听好，即清脆、流畅、哀韧，甲即响亮呐，伊即是文言文呐、啊。伊佛法即演奏出来了后，大家听你甲听呢，非常微妙，非常好啊。当时是往世界。所有音声内底呢，无有法度含极乐世界，即自然万种的即个机感呢，来较量就对啦。哦，一比较咧，甲地呢，都亲像呢月亮含即个火金星呢来比较。哦，即火金星虽然是百千万粒，无量遐尼济啊，但是无法度含即个月亮来比较。月亮面积大，较大粒，较光啊！哦，佮众星之中诶，那暗时是月亮较光啊。那日时呢，众星之中是太阳上光诶啊。哎，太阳是浮起来后，所有诶月亮甲星星呢，完全消失，黯然无光啊。就那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音乐是演奏咧个地吼。是往世界所有音声音乐，拢总消失去，全部都含在极乐世界美妙音声里较量，比较咧较地吼，全瞬息去啦。所以毋知讲，讲是往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，极乐世界万种的记录啊！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，讲我真明白啦。所以有安怎？咱佛的弟子呢，不论是出家在家呢，每一个人呢，思思念念，千万千盼望呢，万希望呢，
拢希望讲命中诶时会当往生极乐世界。除了有阿弥陀佛、观世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咱说法以外，阁真济真济清净大海种菩萨，拢就是咱诶良师益友啊。安尼以外，极乐世界环境会为咱说法啊。就像昨甲今日所讲诶，拢讲即道场树甲极乐世界宝树啊，会为咱诶来演奏美妙诶可空无常无我道理，为咱诶演说呢，即、这个七觉地八正道四正勤四如意足，演说呢三十七道品，演说呢可空无常诶道理啊，乃至呢大乘佛法诶道理很听啊。哦，所以正部为咱说法，依部嘛为咱说法啊。安尼哪里咱无往生理由呢？所以讲个这所在，我联想着这不往生论有安尼讲，注意听哦。往生论伊安尼讲，无量宝教录，罗网遍虚空，种种莲花香，宣陀妙法音。哦，伊讲真详细吼，这是往生论世尊菩萨呢，世尊菩萨伊所著作论呢，按照无量寿经经文的意思呢，甲著论出来。伊呢讲，讲无量宝教录啦，哇，无量无边的这七宝呢，互相交集啊。佮说来记呢，天顶这七宝琉璃的宝罗网呢，覆盖伫虚空呀。有种种的这铃声呢，发出这个响亮的微妙声音出来，拢总是个宣陀呢微妙的佛法。不论是大乘佛法、小乘佛法、五乘法、三乘法、一乘法佛道呢，拢宣陀微妙佛法出来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太殊胜了咯。好，注意听好，伊讲这个微妙佛雅音是啥意思？来听好。就是啊，演说可空无常无我，甚至三十七道品、六道波罗蜜、大乘不可思议法，令令众生离苦得乐，转凡入圣。这叫做佛所讲的这个微妙哦，佛雅音啊，演说才道理出来啊。所以叫世界每一个行者呢。莫怪伊道心永不退转，莫怪呢一生保持，一世的人就幸福啦。环境太殊胜了，唔比咱这三宝世间呐、啊，哦，哇，遐个抢劫啊，哇，遐个杀人啊，哇，南部呢，对一间厝去火烧厝啊，北部发生命案啊，哇，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受风台侵损呢，死伤无数。哇，林肯大郡呐、啊，得死遐尼济人，哇，天灾地变呐、啊，哦，佮加添人为因素，哦，这个时下呢，大家无遵守这个五伦啊，遵守人伦呐、啊，哇，日风下落啊，在这经营之下，带着这地球，大家人心惶惶不安呢、啊。当然，咱的意思唔止台湾呐、啊，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同款。到处有人去抢劫，有人杀人放火强奸，共绑票，种种全世界基本就丢了。那么西方叫世界都无这现象咯。伊讲要听到一个歹人的名，听到歹名声都困难啊，何况讲作恶的思维啊？你想看卖啊嘞？所以咱敢会当无往生叫世界？所以叫世界环境太殊胜，太庄严嘞。像我讲的。这也就是为安怎佛门的弟子呢，思思念念、条条无无呢，思念着世界原因在这所在，盼望报命中呢，兴旺西方接引的理由啊。注意个听好。那么以上就是甲注意讲了这个叫世界，以这个乐声就演奏出来了，声音呢，是从世界声中吸进来，全部声无出去，就是。北京伊叫做顺色啦，是黯然无光去。吼、哦，音色太庄严了。因在讲啊，
胜过呢其他世界音乐呢，有百千万倍啊！只要叫世界这款音乐哦，就胜过头方世界呢的音乐呢，千亿倍啊！这真有讲究啊！所以王星叫世界太殊胜呢。好，无量寿经经文个讲话啊，其感长精舍，经典如观。盖七宝庄严，自然化成，何以珍珠、明月、摩尼、众宝，以为高乐，覆盖吉祥。那么注意听一下，因这是文言文啊，稍解释一下哦。伊讲说来去呢，叫做世界大大细细广长精舍真济啦。拢是诸佛菩萨在教化众生的场所，好比讲咱台湾就好，南北二路的佛寺、广长精舍呢，难入啊，好无量无边啊。这个世界嘛是真济广长甲精舍，有阿弥陀教化的广长，观音菩萨教化的精舍，哇真济。那么伊这供电罗观呢？哇，拢是七宝琉璃庄严所成的啊！那么是阿弥陀一愿力自然所变化所成哦。又果呢，用这珍珠、明月、摩尼宝珠、众宝，互相交织呢，互相交调的连调的，真微妙所串成就对了。覆盖伫这个广长，这个左右四周围就对了。哦，你看伊一个道场遐很庄严啊，所以讲有诶讲堂吼，就当时较非常的庄严，哦，覆盖咧较地呢，宏观咧较地，哦，会起欢喜心，菩提道心就现起来啊。你会看，所以会富贵是不可思议啊。哦，所以咱往生极乐世界呢，咱自然伫极乐世界伫听经闻法呢，伊讲堂精舍呢。拢是七宝庄严而成的，非常的亮丽庄严就对啦。这段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啊。好，随个听好。讲到这所在，就有人会讲啊，临命终的时，见到这水相是啥物现象呢？讲这正确，在临命终的时，见到种种的水相呢，这是往生进前的一款的预兆啦。如果若无失去着这正念呢，因往生决定成功啦。所以就我联想着呢，在这明朝有一个传灯大师呢，有人讲是明朝，唔是民国传灯大师哦，是明朝一位高僧叫做传灯呐。那传灯大师有人讲，若人临终时仍不失正念。建功建华，以受宝地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那是有人在临命终的时呢，以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呢，念珠在珠，并无把阿弥陀佛忘失去，并无失去正念，声声句句安住在阿弥陀佛的身上呢，无失去的正念。甚至在临命中刹那之间，看到种种的光明，见到种种的水相，见到莲花。传灯大师甲恁讲，以受宝地生啊！这人注定百分之百会往生到世界莲池不可，百分之百稳就对啦。哦，绝对往生是往净土就对啦。诸位，咱做会到未啊？爱加油哦！卖死时伫安尼牛声马嚎呢，即款会往生未啊？难以啊！要死时悲痛抗笑，失去着正念，阿弥陀念未出来，要往生有可能无啊？难以啊！要死时会想讲，新妇啊，太只超级格啊，我进步咧。一世人食素食食三十几冬啊，我看无计较即只啦。哦吼，即下我就满意安尼，我就往生净土啊。
有可能往生无啊，难以啊，因为已经颠倒啊。哦，人食菜嘛，食一个有头有尾，食到要往生进前，讲要讨一个超级尴尬的顶部，因会心满意足。吼、哦，注意这颠倒现象啊！哎，知影吼、哦？所以人讲往生就是安尼啊，不死就一正念，在生就正知正见，维持甲临命中，伊正念阁无失去呢，安尼往生就无问题啊。那么伊虽然讲嘴发正知正见，非常的正念，毋过伊所做出来动作，拢总是要食手机干啊，拢是颠倒代志呢，安尼干无就往生，就颠倒伊啊嘛，颠倒妄想去啊嘛。那么伊所以讲有法度见着光明，佛祖放光啊，又则是见着种种的莲花，爱是种种的随相，安尼这人是绝对受保持性啊，保持性就保人持啊，绝对往生就对啦，无理由无往生就对啦，安尼最清楚吼。而且传经大师呢，伊甲人讲，好，随口听下哦。那么明朝传经大师呢？伊阁讲了几句话，伊安尼讲：行者金念佛，功德不动观，因中亦有果，如莲花呢开敷。什么意思？等即位正业的行者念阿弥陀佛呢？那么你即个功德绝对呢付出去。绝对袂叫当官呐，当官就是讲袂白比诶，啊白费气啦，有因就有果啊，吼、哦，你念阿弥陀决定后卖开花结果啊，在晚定来讲，以后一天会明心见性，会开悟证果啊。近定来讲呢，在你临命终了后，西方三圣决定接引你往生西方莲池啊，吼、哦，当你念佛的时，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就开去啊，听有无？你毋念懈怠呢，生颠倒呢，莲花一直缩，一直细蕊，一直缩，准凋零，准谢去。毋念呢，准大个败正去。这有关这个问题，后壁讲会着。这个大声念佛，信心倍增，精进用功，非常勇猛的位置呢。一念佛，你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一直放光明，一直放光明。哦，非常干净庄严，伊大绿起来啊！你毋甲念，一直写，一直缩萎缩去呢？哦，一直恁萎缩落去啊，到尾阵写去。现在讲讲，行者金念佛，功德不动观啊，因中亦有果啊，如莲花开敷啊，道理在这所在啊。好，随个听好。能够运用这个净土先无先论呢？伊个讲话啊，伊讲顽钝教人顿悟心性，无修而修，修修必落榜。性中所记极乐，由修显法，而处心性，速观三界，怀垢十方。哦，怀古是迄个是方意思啦，哎，注意听好。伊这是先无先论啊，伊有讲一段经文出来。伊讲，顽钝教人，就是顽教的道理啦，顽钝的法门啦，伊教人修用安怎修？啊，顿悟本性呢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呢。哦，这境界观呢？无修而修，那么伊已经修甲本性显然，无行无修啊啦。无修而修啥物意思？总伊已经悟明本性，伊修即个心地不能自性，不能自念，不能自定，稍微清气淡淡。其实安尼无啥行无修啊啦。为安尼无修而修，总伊家己我都。毋免去即念头，伊家己就铺即念头去修行，正逐家呢无功用行的境界，正行无生法界的境界，所以伊有法度逐家无修而修啊。
凡夫无共款。凡夫个修行呢，你若无甲督促一下，吼、哦，督促一下呢，伊就害在落去啊。无甲注意一下，伊就呢坠落落去啊。无甲紧个呢，伊念伫呢进一工退五工去啊。所以凡夫众生叫做有功用行啊，爱刻意呢，爱自足来修行。那么无功用行人，伊无修而修，唔免阁刻意呢，用心去修行啊，伊自然就会当主动鞭策家己呢来修道啊，无简单啊，修什么啊？修彼六班啊，哦，修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有人讲话啊，极乐世界人阿弥陀佛修好啊，阿弥放你啊，他就去修，你唔好误会，这就叫咱讲勤加的用功修行。来呢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到了极乐世界的意思了，修彼六方呢，性中所记极乐，有修显法，什么意思？伊讲到尾等哦，极乐世界其实也是咱心目中呐，哦，那么心无离开极乐，极乐无离开心呢，心跟极乐是共体物件。只是凡夫迷就不见了，圣者悟就见了自性极乐啊！哦，所以讲性中所记极乐啊，自然记住极乐，哦，极乐自然记住啊。有修而发啊，你无修行显未出来，就显未出来。好、哦，有而处心性呢，用四观三智，用畅怀呢。哇，能显化十方哦，凡来讲能包十方世界，地来讲呢，时间贯穿无所障碍啊，心性真系不可思议啊！这净土先无先论就讲这款的道理出来啦，注意个听好，净土先无先论一个讲话啊，是以念佛之人。名为专性起修，专修在性，专性起修，虽名为因，专修在性，因中有果，以所记因法，以所记果法，专修一性，心性圆通融通，无法不得，如莲华开敷。华中有果，何况初心常住，无生灭起来。行者当下念佛之心，便是念地修行之时。那么这段的意思注意听哈，这意境真深哦。念一遍听无，咱来讲做白话，注意听哦。意思讲。念佛的人，名为专性起修啦，专修在性呢，什么意思？就讲专性起修，难道念佛的时，你唔是提起所有贵嘅心性吗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，一句一句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啊，贵嘅心提起来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念到庄严的，念到呢来来的，快快乐乐，拢固在你念。哎，这佛陀未当离开的本性啊！如果离开的本性，谁在念佛啊？是不是全部性拢脱下呢？专性起修啊！阿弥陀佛，无唔对，用专性专修在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四句的阿弥陀佛呢，在这念的过程当中有离开性无？无离开性，所以性就是修，修就是性，离开性并无修，离开修并无性，修性性修本来就一体呀，有道理呀，所以讲专性起修啊。哦，虽然名叫做因呢，
可是呀、啊，专修在性啊，安尼听有无啊？我嘛要讲话啊，专修在性，专性在修，修性是不二啊，无唔对。伊就讲，因中有果啊，无唔对啊。阿弥陀佛，虽然是因，哦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忽然有果呢，唔是果啊。你讲是？阿弥陀佛，这念的当中是因嘛，是果嘛？其实这因果绝对无前后啦。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阿弥陀佛，当下见性啊！阿弥陀佛无见性呢，现在不见性，是未来世拢总无见性。阿弥陀佛若见性，见性现在见性，未来见性，永远见性。哪里离开念念的我朋友呢？所有比我所念的阿弥陀佛呢？无啊，念念的佛同款，是比我所念的佛，念念的佛和比我所念的佛两个是一体。方便来讲，讲阿弥陀佛比我所念，我是念念啊。如果那离开念念的我呢，佮另外有比我所念的阿弥陀佛呢，安尼是？分作两段去啊，安尼无见性，安尼永远生活伫连锁对立当中，永远就是凡夫众生，永远不能见性，永远爱做凡夫流转呢、啊。这点是非常要紧哦，这段真深，但是不要紧啊。录音带、录影带，佮加倒转啊，看较侪遍呢。如果咱来看这个有线电视台呢，叫呢。有线电视台，佫敢加放几遍啊？吼吼，上精彩就这段经文啊，最要听好。伊所记的因法，和伊所记的果法呢，同修一性呢、啊，心性呢融通，无法不立啊，无唔对啊。如莲花一开去了后，伊莲花内底有果，果中有莲花啊。你知影无？我袂讲话啊！你以后成佛了后，亲像一粒成熟的苹果啦。苹果是果，但是内底有因啊。啊，果有离开因无？因有离开果无？无。如果果离开因，会错误；如果因离开果，会来错误。因果本来同时啊！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同款。啊，并无离开我灵念的自性，阁有比我所念的阿弥陀佛。那构成灵所对立呢？安尼永远是凡夫众生的念佛啦。如果知影讲灵念所念是一体不二为者，这是转凡入圣人的念的佛，爱讲个清楚。伊讲何况呢？此心性常住，无生灭来去啊。行者呢，当下念佛之心，便是念持受生的时阵呐。哎，就清楚吼，非常要紧哦。搁听好啊，净土生无生论一个讲话咯。初发心之人，极乐宝地，以名莲种，欲精进不退。日益成长，华渐开敷，随其功德大小恢弘，其血海退灰杂，日渐憔悴，逐年自新，华服献丽，其血不染，大义败净，何况初莲华，虽然正实。安尼就有清楚啦吼，即简单讲啦，就是讲初发心的人，哎，叫做世界莲池呢，伊莲花就发芽，开始勃芽，开始大长啊，那是非常的精进，未退转，永面为者呢，莲花越大蕊，越大蕊，越大蕊，亲像你种一丛树啊，细丛树啊，你甲。施肥、灌溉、烤草、照顾，日头搁加适当个晒呢，哎，渐渐呢，这样就会大长，
吉祥大足紧诶啊！你念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一天早暗诶课上无转去，绵延不间断，相续不断呢，一直甲维持落去呢，永命精进不退呢，永日益成长啊！莲花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啊！随着伊在身念佛的功德呢，伊莲花就大细蕊啊，吼、哦，伊功德就愈大，大细拢甲伊在身念佛修行做功德呢有密切的关系。当然，愈用功愈精进，愈做功德呢，莲花愈大蕊啊！你若懈怠，若要念，若毋念，神请呢？啊，无够瘾念啊，莲花念就泄去啊，准凋零去啊。所以大小慧弘，伊个功德大细呢，含伊在生用功念佛、念济咒有关系滴。或者是伊懈怠啦，哇，佫退转落啊，佫怀疑，佫后悔，受了伤过杂，哦，啊要立宗，啊要净土宗，啊要天台宗，乌白修修到家己方寸大乱啊。因此呢，心观拢恐慌不安呐、啊，即款的情形呢，渐渐呢就憔悴落啊，莲花就憔悴啊，即卖人讲叫做凋零落啊呢，从要灰都要谢去啊啦。如果若是当个永命精进自心呢，伊即莲花呢，渐渐会个非常的鲜明，非常亮丽，佮大绿起来。如果若无安尼位食呢，无甲念佛。佮退步、怀疑、懈怠、后悔呢，伊佮大个摆正位啊。何况即个莲花，请借问三两个种个呐？咱家己反问自己得，莲花是阿弥陀种个嘛？你茫误会，是你家己去种个。莲花是一款表法，表示讲清净无污染。哦，你若往生极乐世界了后，莲花化身啊。你念佛精进用功呢，莲花就大蕊啊，就鲜明啊。人是你莲花呢，十有旬、二十有旬，哇！你无啥用功，哇！一直写咧写咧，看半公尺都无哦。哦，这莲花是你家己去种的啊，唔是阿弥陀种的，也唔是别人替你种的啊。性是你个思维啊。哦，人世间人讲一句呢，听咧呢，真有本土话，乡土味啊。功修功德啊，不修不得啊！你唔修都不得啊！阿公食饭，阿妈未饱；阿妈食饭，阿公未饱。哦，你食饭，恁阿娘未饱；阿娘食饭，你做后生祖囝也未饱啦。修行也同款。哦，你修，你去幸福咧；你唔修，就要堕轮回啊！所以轮回唔轮回，拢靠你家己啦。何况这个西方叫世界莲花呢？啥物人去种的啊？你家己啊！你愈用功，愈精进，你莲花就愈来愈大蕊啊！你唔用功，唔修行，莲花就愈来愈细蕊，凋零就谢去啊！莲花啥人去种？参这个公案就好，看啥去种的，你就用功也精进了啦。好，继续听下去哦。那么。净土先无性论呢？佮讲话啊！西方极乐世界，乃是我心中是一统耳；娑婆世界，亦我心中是一统耳。佛土而言，有十万亿彼处之缘；佛心而观，远无远近。但众生自受生以来，为五阴枯竭尽性，不可心愿。念佛之人，果报成色，将色现世五阴，正念现前，净土莲花忽然在前，唯心境界，回忧起来。彼处之上啦，你注意看有真清楚吼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净土先无性论，伊安尼讲啊，伊讲
西方旧世界呢，也是伫我诶心内底诶一个部分而已哦。这三部世界也同款伫我诶心诶部分诶一个角落而已哦。西方旧世界如此，三部世界如此，十方世界忽然不是如此呢？所以讲呢，西方旧世界嘛是我心。内底一其中一支而已，即个世界如此，三宝如此，十方世界也是如此。这是挖着即个心来去讲话啦。那挖着即个土来讲话，注意听好哦。有十万亿佛土，那么虽然有彼此的差别啦，可是以心来讲，注意听好哦。以心来讲呢，都无远见啦。无彼此的对立，无这十万亿佛土，含咱遮尼遥远的距离啦。但是众生自生死轮回以来啊，比这个五蕴呢，色受想行识，该快速掉的，局限掉的，所以伊自己呢，准迷昧呐，不能见达本性，不能通达伊本源呐。那么念佛人。伊果报念甲成熟的时阵呢，临命终啊，要下离这个五蕴的身躯时啊，伊会当正念咁浮起来，净土莲花就现前啦。你就了解讲，唯心的境界，并无来去，并无彼此之相啊。你注意清楚吼，这是先无性论，一直的反呐。甲咱讲出呢，即款的境界，互咱伫经典找无所在。注意听好，伫《楞严经》伊个讲话啊，临命终时，微笑暖笑，一生善恶，其时顿现，顺向即非，必生天相。若非心中兼修。兼福兼慧，给予正愿，自然心开，见十方佛，一切净土，随愿往生。这简单讲，就是运用这个《楞严经》去讲话啦。伊讲一个人在临命终时啊，还未下离，这个身躯温度啦，以前呢。伊一生当中的善甲恶啊，伊马上会浮起来哦。所以为安那佛的弟子讲啊，临命终时啊，八点钟以内唔好甲哭，唔好讲一挂伤心话，爱甲劝伊念佛往生净土。原因在这所在，因为身躯一暖气烧烧时，就是表示伊心魂还未脱体的时阵呐。还未脱以前，你唔好讲伤心话，伊有听着，你唔要讲一个刺激的话给伊听了，伊听你个地，伊咪伤心会颠倒，然后坠落啊。所以哭唔是表示友好啊，颠倒害了伊会坠落啊。所以一生的善恶呢，马上又扑起来。那扑先就上升啊，那想到恶的代志，伊就坠落啊。如果扑到这善的念头呢，即时就会上升，升去天顶啊。那飞机生命当中，在生有修福佮修慧呢，佮加念在生有发这清净愿，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自然心开，如你所愿，往生净土就往生净土。往生呢，那么这个东方琉璃世界就往生琉璃世界啊，往生阿弥陀的弥陀世界，如你所愿，就往生呢弥陀世界去啊。非常的要紧，所以修道人呢，平常时爱有所谓啊，爱下愿，你有在这所在啊。无你佛后去念，你嘛有见呢做功德，可是你无法愿求生西方净土呢，要往生到阿弥陀的叫世界啊，难矣啊！你看这愿有偌重要就好。虽然来做功德念佛了，一定爱发愿呢。《楞严经》嘛，你讲啊，伊讲啊，
在这有收获、有收费加添呢，在这有发这清净之愿呐、啊，自然心开，见着十方三界诸佛啦。你若要去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呢，阿弥陀现身，带你甲弥陀净土啊。伊就给讲足清楚啊，随愿往生啊，你又在这所在呢？你最清楚吼，好，不听好。下面咱继续去讲经文哈，对《拍开无量寿经》伊安尼讲咯，内外左右有诸欲敌，或十有损，或二十、三十，乃至百千有损，畅讲深浅，皆各一定，不共的水，沾染隐满。清净相接，美如甘露。虽然短短几句呢，咱就要解释一下哦。注意看经文吼，伊安尼讲，讲这个刚等精舍的内内外外呢，哎，有所有一切呢，有这个木叶，也这个水池，这个水池啊，伊跨度呢有十有旬呐。哦，我昨有讲了啊。一游船有四十公里、六十里、有八十里的公弯啊。如果那是以四十里来讲呢，安尼十游船就话这样，就十呢就乘啊，乘四十啊，那四百，就四百，四百里才能跨一个水池啊。啊有二十游船的水池啊，啊有三十游船的水池，啊有百千游船的水池啊，哦。用畅讲深浅的概括一点啊，这畅等讲宽呢，深浅呢，哦，拢总共款就对啦。哦，那四角溪啊，四角溪啊，会水池啊呢，哎，看来真整洁，真庄严呐。当时呢，拢总是七宝琉璃庄严的水池啊，结成的，内底是八功德水啊，这专有名词，大家注意解释哈。那么，伊个水是八功德水啊，到底如何呢？后壁解说，伊讲非常的这个光明美妙，当时佫沾染云满水池啊，迄水池甜甜哦，袂讲有哦那个高大气啊，都空寒气呢呐，吼、哦，要走叫世界，叫世界水池都空寒，你唔免烦恼，巴巴甜甜啊。伊个讲清净相结。叫做清净的芳香纯洁啦，吼、哦，伊个味呢是甘露雾，甘露呢，甘露雾呢，遐尼清净，非常清芳啊。哎，注意听哦，这个水池啊呢，吼、哦，八功德水呢有两款作用，记好哈、啊。第一款叫做沐浴之用，第二普度众生受生之处啦。比如讲，住在住千外外人呢，咱若往生甲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拢总伫即个八功德水七宝里七宝里内底呢，哎，伫遐受生，伫遐出世啦，啊，莲花化生出来，伫七宝里啊，八功德水。好，仔细听好。那么八功德水啥物意思？来，我念一遍哦，注意听哦。八功德水呢，第一叫做。定静啊，离过独过，不动处多纷扰误读。第二叫做清净啊，无烦日过，不动处多当动数日。第四叫做甘美，甘甜美妙，不动处土呢，咸淡燥烈。第四。叫做轻软，叫轻扬柔嫩，不动处多呢，这个泥带叮当，哦，第五叫润泽，不过涩过，不动处多虎腿过涩，第六安和非急流过，不动处多呢香流勃勃，第七。肚脐卡、指卡、
疗机不懂出道呢，八场静病。第八，中央资金黑亿多个，不懂出道呢，损害物力。以上所讲的北宫的水呢，那么北宫的水啊，第一，伊属性在哪里？非常的丁精，就是非常丁清呢，清清清，非常的清净，唔比咱这三宝世间呢，哇，污泥非常的混乱，污浊不清净。小块落一个雨了后，伫个山顶个洪水呢，就一直流落去到这个淡水河啦，流落啊呢，哦，芦水溪啦，流落啊高冰桥啦，哦，这个、大渡溪啦。迄水落甲呢，你看甲着真恐怖啊，落结石啊！伫叫做世界无有即款种种的这现象伫个啦，非常的丁正啊，丁清伫个。伊这意思就是讲，叫做世界呢，已经离开种种污垢不清净的物件，所以感觉的果报呢，非常的丁正啊。北宫就是第一个意义啊，叫做丁正。个第二叫做清冷，听好哦，叫做无烦热。咱这三宝世间水就是呢啊，水若较细窟嘞，日头晒得较济，阵反烧啊。哦，啊，若寒天时个时呢，你看南北极也好啦，东北啦，哎，北美洲啦，哦，即、这个加拿大北部呢，迄是冬天到吼，啊，种结冰呢，莫讲是结冰啦，有诶呢，南极、北极呢。始终一年四季拢结冰啊，唔是伤冷，就伤热，啊，这水啊无开化，叫做冬天结冻啊，热天伤过热，唔比沙埔时间遐尼差。佮第三个甘味，种甘甜美妙啦，哦，不同咱这沙埔世间呢，唔是咸，海水咸咸甲呢，啊，正是正甲，咱人无咸分嘛袂使啊。你看人也无咸，阮就无体力，啊，佮污秽不清净，佮臭啊，佮鼻热啊，你佮看人叫世界非常甘美啊，不讲流水啊，佮第三轻软，佮轻盈柔嫩啊，我水软软软呢，足顺的啦，唔比咱这沙埔世间的水呢，非常沉淡，非常硬死啊，啊，佮散步过时佮石灰之类，食咧佮加者佮结石，啊，毋着讲哦，其他树木吼。哦，还有即个水质的变坏，即石头落古石，水质伤过重，有诶石灰质啊，食咧甲侪拢结石啊，唔好啊。遐水非常清冷。佮第五叫做润泽，讲袂高涩啦。哇，真诶，食咧甲侪非常诶润喉，非常快活，唔比咱即沙埔世间呢，非常虎腿高涩啊，啊涩涩无着呱呱，无迄种。哇，食你家己呢，粗粗呢，地力非常安和，哦，非急流过，哎，叫做世界水跟流呢，哎，滚水波呢，非常的流顺，非常安和，唔比咱这沙埔世间，即个落地雨了哦，公共保护一搞呢，落大雨，迄洪水伫山顶流落啊，呼呼叫，三步是佫淹死人个呢，非常急流啊，迄瀑布啊，哦，乃是只洪流啊。北宫的水第七叫做毒鸡壳啊，哎，会当止咳疗治病苦啊。你看，咱这沙埔世间人食伤饱呢，非常饱胀，饱胀当中胃下垂、胃溃疡、胃病走出来啊。这个世界啉较济都袂饱胀，啉较济袂感觉怕歹胃肠，吼吼，非常舒心啊。佮第八叫做中央资金呢。哦，血液多个，你伫叫世界啉只个公北宫的水呢，会当增长，哎，会当呢养育着你的一切六根清净啊，哎，会当使着你呢听闻佛法，善根增长啊，哎，唔比那些沙埔世间的啊，这呢会损害着咱，会影响着咱呢，迄水会影响着咱呢，那叫世界水啉咧个地吼。会中用咱的神经呢、啊，会中用咱六根清净啊！哎，沙埔的水呢，
你啉规暗光的，规大杯乌的水，哦，石门水库的水，三门水库的水，你啉了了的，都无法度正宗的现金。吼吼，你个猜下你个看卖哎。所以对菩萨，总共一句，这段经文不功德水呢，有具备这八款的功德，非常的殊胜的。望你阮大家啊，赶紧念阿弥陀佛，来往生西方净土，来啉一粒北宫滴水，到底是生做如何一番的呢？安尼对菩萨好唔好啊？哇，时间都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都未准咯，会见哈。咱明仔载《佛说无量寿经》第63天，同一时间再会。Thank you.